含乌兹马萨多，而且哈努米达一定尼卡林古金西部，扎古比纳杜斯巴代农业休闲区，哈那奈米杜杜黑少一定尼伊拉的部那工作坊，米达能买只爱国米卡罗盖，哈那奈是爱只伊绕一定尼伊拉的部古比表扬，买只爱金那个高那而且哈努米达。一定一个人过一定是不给美好啥，伊就过比巴里少，我伊少对滴在伊，林哈麦，马达阿奈多，阿对伊滴沙巴代多，阿对阿比海，那沙巴代阿休闲农业区给美好，伊就不拉杜沙巴达阿那不扎在阿德米安，一个人过一定是不，啥伊拉拉不伊啥巴里扎不，都买在农村体验工作坊阿奈，啥伊拉拉不扎阿米发表伊少，啥乌兹马沙都给美好啥伊拉拉不一定比苏格高安啥，让咪记得盖伊少都卡巴海当能阿米桑啊。是啊，伊拉那部马巴塔克来在古米上啊，安那在哪呢？习俗传统茶，把它留下来，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转变，把一些季节性的产物，变结合当地的作物，再把它延伸出来，做一个新的风貌呈现。然后再就是跟我们最现在最流行、大家最喜欢的体验活动做一个结合。第二，上个米好，第二工作坊还能来，是啊，多少都阿布拉伊少阿米达能归你阿米上阿伊少，是啊，我尼个米好伊拉拉布是啊，我在阿米当爱多，阿在在我专家多阿塞当个米好阿多要买媒体，是啊，马拉在伊少归你阿把点数，买只爱国并满意伊少，是啊，多年的是巴达亚休闲农业区，是啊，阿吉汉个米好归你把点数是个把伊少叫，伊在归你比巴卡乌拉汉努肯西部一多年的阿把伊只浪。这个农业的体验呢，就是让。在都市或者是平常没有接触我们农业的这些游客，或者是大朋友、小朋友哈，都能够到我们这边来做亲身的一个 DIY。为你那么搞来给你们的十八代呢，休闲农业区，啥一种一拉拉布，你我记得该一上，搞把面上啊都莲花啊、水边啊，都一定的六里或者给你好啥，一直我这个比八十八那都弄搞。jeep atau lalang awan nu intu minai an uka kanan tu atau bisa ngat tu ni patalawan tu cilem minai tu mahizai cha chiu hananai sa ila labu kemi hau sa ila wajak bisa ngat tu mahizai tu nu pichi wai kemi sa kiu iti ni ikalin kwek kenshibu sa main tehpai ni aiza tu misa ngat anata kemi hau sa ila labu hai mapati zeng isau ku iti ni i nyazu ai tu sakaka pah isau atu masulut ku mi idangai ataiza ciimi ku misa kamuai